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七天。啊，那说啥？有人。这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呢。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六天。别说的啊。
哎呦我的妈！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五天，看什么看，自己吃自己的。干嘛？自己吃自己的。Yeah.
江湖的就是好吃。外面就是香。真不错，好吃。看什么看我？有人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四天，不要吃我的啊。多想吃自己做啊。
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三天。啊，有人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二天。
哎呦我的妈！